三元锤，然后手电的手掌像一把剑往前指，这个小手臂转一下，转臂别用，往前指，这个三锤，然后再转回来的时候再劈掌，主要是这样，三锤再劈掌，手从以下而上，由下给它穿肩，手不动，这个手不动换劲，头这个时候就往后撤，头这个时候往后撤。如翻再翻翻开来，前卡托后卡托，向前，掰腿去转，穿接头顶的身体往后靠，在头顶身体往前去的时候，前卡抽起，后卡向前拖，所以这个意思，这个小时这样上去啊，如翻，它不是脚走路走上来的，它头上一个辫子拖着你上去。看一拳那个进步啊，它非常有意思。这一点要往里面抠，屁股啊，就像一个大榔头，这是一枚钉子，榔子戳在钉子上。这个要追上去，要追上去。这个脚是扣上去，知道吗？是扣上来的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个脚是不用力，是后面扣上来的。扣上来的，这是后跨，叫一点追上去的意思，叫一点追上去，这个榔子跳上去。这个意思啊，下面这条线要抽上来，前垮抽，后垮要拖，拖了以后要这个要追上去。你看，平拳里面啊啊，内向拳跟定住的都是一样，你可以走夸张一点的，你显出来的呀。这一拳只是非常缓慢，但意思要高。哈，如果是比，你就看那个武术拳，武术的武啊，武术的武叫懒杂一，他就天天练的。懒杂一，不知道懒结尾，他懒结尾他只是底线是一个暗劲，一个暗劲的时候他一定是追这样上，人是凑上去，他脚不用力的，不是脚用力。脚是不用力的，进步必跟啊，退步必随啊，退步必随，进步必跟。这太极拳里面一个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啊。